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，歌神张学友有多神，就是神到连嫌犯都不愿错过他的演唱会。而之前完成台北六场演出后，近来不断传出张学友有可能到高雄举办加场。唱片公司今十七日的回应也让人觉得充满希望。南部相亲和的赶快存钱等住抢票，之前连续传出。 有嫌犯不愿错过张学友的演唱会，不料却在去看演唱会时被逮捕。由此可见，歌神魅力多惊人。学友，至于张学友高雄加场时间在何时？环球唱片表示，确实在争取在高雄开演唱会，也一直争取学友歌的档期。若真的有高雄场，将在明年香港最终场之前举办。而之前庆功宴上。 张学友自己松口说，返场香港是明年一月的事，因此高雄加场若非今年底，也可能在明年一月香港场演出之前落实。张学友有希望在高雄加场演出。环球提供。张学友庆功宴上曾说明年一月会返场香港开唱。环球提供。